不是，不是，谢霆锋。天哪，那我们比一下。对，要比一下，要比什么没关系。刚刚我们刚刚卸那个卸妆，那现在帅哥没有卸妆，那比才艺啊，比才艺，才艺，才艺好不好？你 OK 吗？你 OK 吗？唱歌好，唱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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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上次跳舞了。哎呦，跳舞啊！哎呦，好味，好味。好，那我们现在阿Ben的唱，阿Ben，阿Ben，这边你要唱什么歌？十年，陈奕迅，陈奕迅，好好好，好的，加油，阿Ben。这里有一百九，好的，阿Ben哥，格子衬衫也是今年的潮物，潮物。曹格又高又长。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，我不会发现我难受。谢谢这位潮男帅哥，真不愧是小马找来的，英俊跟才子如出一辙。下次有机会的话，约小马一起去更好的。你要跳哪一种 style？大地板跟小地板你讲话的时候知道会跳舞吗？我不知道。哇塞，好耶，那不啰嗦老师 music 来看看我们小丽的舞蹈演出。对啊，哇，哎呦，真的会耶，我的妈，哇哇塞，哇塞，我的天，哇塞，四条硬汉！那我们莫名其妙就这样死出来。你不是走日系视觉系潮男吗？我以为他是阿威哥哎。对啊，好，那我们要举牌，他跳的比阿威好的举。吓到我们了。对啊，你这人身材不露哎。平常会文文静静的感觉有没有？可以来我们棒棒糖玩一下，是不是？好啊，那重点我们要举牌喽，两个潮男。来，我们往前面。觉得我们这个阿Ben。比较帅的，比较潮的，请举。才艺，我们以才艺为主。比才艺吧，好，唱歌好听的，请举圈。Come on。两票。帅哥会唱歌，很会，他很会。因为觉得他可以跟阿伟组成一个团体，叫做飘飘团。飘飘团，飘飘团，很熟，飘起来。今天是攻击我就对了。對，到这里，我等一下找的人，你们全部都等着看。哎呦，好啦，那重点不要生气啦齁，我们阿Ben两票，谢谢你帮阿Ben。对啊对啊，那重点小丽呢？小丽怎么唱的？来举，请举圈。哦，哎呦，多了。举圈怎么样？你觉得他？谢谢。他这个地板动作做的算利落吗？他赢我一点，所以给他举圈。好啦，那谢谢两位帅哥，谢谢谢谢。然后我们有第二关有下出的胜负，谢谢两个弟弟，谢谢谢谢谢谢你。我告诉你，我找他出来算是很猛，我自己也很危险的。哎呀，很猛吗？危险，危险到什么样的程度？这危险，我觉得这可会让全场炸掉啊！我讲，全部人就看到他，没有人敢吭一声。哦，会怕的。对对对，阿伟阿伟，这样讲话不要讲太大声。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但是我今天早就来克你的这个人了。记住你这句话。那我们来看一下阿伟的这一幕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意想不到的，愿意为你两肋插刀的朋友，请开门。那我们。